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三大瀑布之首的伊瓜苏瀑布最壮观的地方，它也是世界瀑布上最壮观的地方，魔鬼咽喉。它是伊瓜苏瀑布最著名、最具震撼的部分。它是一个呈 U 型大峡谷，宽约为150米，深约为700米。魔鬼咽喉的水流极其凶猛，几乎半数以上的水流都集中在这里，形成了如雷鸣般巨大的声响和壮观的水幕。魔鬼咽喉总高90米，宽450米，是伊瓜苏瀑布里的瀑布之王。大家都知道伊瓜苏瀑布是一个瀑布群，这一段就是瀑布之王，也是世界上的瀑布之王。水由约80米高的悬崖顶直冲下来，因为水量大加上凹形所造成的水势及其声音犹如千军万马，又像天崩地裂。如此壮观的奇景赢得了世界上最美瀑布的头衔。这里恰好位于阿根廷和巴西的分界线，此处地形犹如马蹄状，它的弯曲像是一个咽喉的样子。在15世纪时，由于当地土著在不了解瀑布正确地形的时候，他们开着船到达此地时，常常被此地的瀑布淹没，发生各种各样的船难，所以传说中就把此地叫做魔鬼咽喉，以为有魔鬼在这儿居住，以此以人类为生，而瀑布的声响又恰似魔鬼水声般的呐喊，所以就叫做魔鬼咽喉。在巴西一侧，游客可以通过长约1.2公里的栈道来到靠近魔鬼咽喉的观景台。这个观景台几乎悬挂在瀑布的上方，让人仿佛置身于水流之中，体验到水流的力量和大自然的威严。由于水雾四散，游客往往会被淋湿，但这也正是体验魔鬼咽喉的独特之处。伊瓜苏瀑布是世界上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位于巴西和阿亚克菲克村瓦迪的边界上，伊瓜苏河形成了一个宽度达2.7公里的巨大瀑布群。巴西一侧的伊瓜苏瀑布位于伊瓜苏国家公园 Parque Nacional do Iguaçu。 伊瓜苏内该公园是巴西的自然遗产之一，并于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伊瓜苏河葡萄牙语 Rio Iguaçu， 西班牙语 Rio Iguaçu， 位于南美洲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交界处，是巴拉纳河的支流，发源于库里蒂巴附近的马尔山脉，向西流经巴西高原，沿途接纳大小支流约30条，全长1322千米。伊瓜苏这个名称来源于瓜拉尼语，意思是大水。伊瓜苏河是由2条支流在库里奇巴附近汇流形成的，在它注入巴拉纳河前，它是阿根廷与巴西的界河。巴西城市福兹伊瓜苏和阿根廷城市普尔特伊瓜苏在伊瓜苏河注入巴拉纳河前不远的地方隔河而对，两座城市间有一座桥梁相通。巴西一侧的伊瓜苏瀑布虽然只有约20%的瀑布位于境内，但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全景视角，可以将整个瀑布群尽收眼底。相比阿根廷侧更为身临其境的体验，巴西侧的视角更宏伟，游客可以从远处欣赏瀑布的全貌，并通过多个观景台近距离感受水流的力量和美丽。主观景道 Das Cataratas， 巴西一侧的观景体验主要通过一条名为主观景道的步道完成，步道长约1.5公里，沿着伊瓜苏河的边缘蜿蜒而行。游客可以在步行过程中逐渐靠近瀑布群，并在多个观景点停留，欣赏不同角度的瀑布景观。随着步道的推进，瀑布的声响越来越大，水雾也逐渐变得更密集。玻璃观景台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瀑布的壮丽，公园在主观景道的终点设立了一个玻璃观景台，
这一观景台悬挂在瀑布上方，让人仿佛置身于水流之中，360度全方位欣赏伊瓜苏瀑布的美景。玻璃地面设计增加了视觉的冲击力，令人有种漂浮在空中的感觉。电梯观景台除了步行道，游客还可以选择乘坐电梯到更高的观景台俯瞰瀑布。电梯观景台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从这里可以一览整个瀑布群的全景，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流冲下的壮观场面。伊瓜苏国家公园不仅因瀑布而著名，还因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公园内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和植物，包括美洲豹、巨嘴鸟、猴子和多种蝴蝶。沿着步道行走时，游客常常能够看到各种野生动物在周围活动。公园内还有专门的观鸟区，吸引了许多鸟类爱好者前来观赏。伊瓜苏国家公园为游客提供了完善的服务设施，包括餐厅、纪念品商店、游客中心等。此外，公园内设有多个休息区，方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休息。对于有行动不便的游客，公园内还提供了无障碍设施，包括无障碍通道和轮椅租赁。伊瓜苏瀑布全年都可游览，但最好的游览时间通常是在3月至11月之间的旱季，此时水流较为清澈，瀑布景观更加壮丽。雨季，12月至2月时，瀑布的水量更为丰沛。但由于水流湍急，部分步道可能关闭，影响游览体验。如何到达巴西一侧的伊瓜苏瀑布？这里位于巴西南部的巴拉纳州，最近的城市是福斯杜伊瓜苏。游客可以通过福斯杜伊瓜苏国际机场，Foz do Iguaç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GU 抵达，然后乘坐巴士或出租车前往伊瓜苏国家公园，车程大约为30分钟。也可以从阿根廷境内入境巴西。中国游客请注意，只要从阿根廷一侧购买到达巴西伊瓜苏的车票，就不需要巴西签证。要来就这时候，这时候人少。现在人少多了。那边是阿根廷段，是。昨天我就在那边，这边这是魔鬼咽喉。
大家看，这是上游，这是伊瓜苏河的上游，水流就没有那么急，而且一片平静。对，他们即将迎来的是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坠落啊！这边地势明显感觉高，这边明显凉快。又得过边检。阿根廷电子签也没拿，就拿电子吧，应该电子签电子版应该没问题。